我现在是真的懂了，为啥可爱在性感面前不值一提。今天要为大家盘点一下中国最风情万种的女演员是谁，让你一眼就心动呢？最近啊，随着《狂飙》的热播，让很多人开始沉醉其里面大哥的女人陈淑婷的迷人和霸道，她的性感真是让人直呼要命啊。刚好呢，最近另外一部电视剧里面由朱珠饰演的也是一个事业有成、风情万种的女强人，于是吃瓜群众就要开始问了，到底谁的风情万种更让人心动、更胜一筹呢？停，我要说啊，万人迷陈好才是第一个让我知道风情万种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的。尽管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小的女生，竟然都被这个女人迷得走不动路，当时就是觉得太美了，太有女人味了，真的是不愧这个名字万人迷。后来呢，中国影坛也陆续出现了很多这种类型的女演员，比如说倪妮啊、张雨绮、许晴，还有今年春节档新的某女郎王佳怡，最后呢还是要说到杨幂，尽管在身材这方面是无可挑剔的，但始终觉得她的五官不属于媚这一挂的，加上性格呢又比较大大咧咧，比较火爆，所以总觉得有点跟风情万种联系不到一起。那如有遗漏的呢，欢迎大家补充。